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传奇英雄。现在我们有着三个40级的奥特曼了啊，一个六星的贝利亚，一个六星的诺亚奥特曼，一个40级的，这什么状态我又忘了，这个是疾风状态的欧布奥特曼，只有四颗星啊，但是也有40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去这个奥特曼竞技场，这个荣耀之战3-3可以报名参加了啊，因为他这个需要三个40级出场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啊，三个40级 ，OK， 出战。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，参加过这个比赛。3-2-1，来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三个奥特曼同时一起战斗。啊，直接把别人秒了，有一点不好意思啊，直接秒掉了敌人，战斗胜利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还可以，哇，几连胜有宝箱可以得，来，我们来先来一个两连胜再说。好的，我们这里直接继续自动战道走。哎，这次敌人稍微厉害一点啊，没有马上被秒。返回，我们继续挑战。两连胜，我们获得了一个宝箱啊，里面有这个荣耀币和这个升级经验的东西啊，我们继续。好的，我们带领我们的部队，他有摩格大蛇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自动战斗走起。OK，nice， 又再次秒掉了敌人。好的，我们准备四连胜。应该没有问题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打初级状态应该没有问题。好的，走起，一个光辉扫射，哇，我们的贝利亚直接一个爪子把他们全部挠倒了啊。好的，四连胜目标达成。啊，这个失败是什么意思？三次失败是吧？我们四连胜了啊，已经四连胜了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次荣耀之战我们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我们的冒险哦，拜拜。